脚大小，飞机位38号，304头，飞机篮板飞进来。高贵老师拨了一下，前面投保快攻，蔡老师传球失误，徐雄老师的传球失误。换兵攻击，脚大脚，带步跳投，没进，篮板零号掌握，要底线，刀配 double team， 转给高奎老师，一个假动作，换进去，可惜没放进。前面快攻，好球！前面在反快攻，吉尼带走。出界还是老任火球，球出界换人，轮椅来持球换人，